你看，这就是 African Velvet 的日常。因为我是这个混油皮嘛，然后 Mara 的这个是属于叫 how to say pore control oil and pore control， 就是还挺好的，而且是 SPF 45 PA 四个加，抗糖化、抗光老化，醒来就在抗。今天用这个 Lancome 的，原来在普吉岛一直用这个，真的是超级好用。哎呦，昨天买了一个 Tom Ford 的那个腮红和 contour 的那个盘。妈呀，真是不想买那个壳，但是还是买了那个壳，遮一下黑眼圈。这个遮黑眼圈还是挺不错的，还是这个 Real Technique 的这个，我没有打湿它，因为像这种膏状的，有的时候你打湿了，它就糊掉了。妈咪的这个，就这样，把它稍微干一干。今天想用一下这个 Louboutin 的这个，我买的这个是210号 Louboutin， 很好看，装饰品，买了个壳子。我为什么没有买那种就是他们家的什么经典的红色呢？是因为我觉得其实红色有挺多的，然后也不是每一天都想涂那种艳红色的唇膏吧，所以呢我就想可以买一个比较日常然后经常可以用的颜色，我就买了一个这样的，而且拿起来就可以使嘛，你这样其实这样反倒提高了你，突然有一天就爱上了这个裸色，就买了好多个裸色的，然后哪天可以给大家试一下我收集的裸色。这个眼部打底我用的是 MARC， 这就没有什么颜色，它这个是属于奶黄色吧，就是散粉，还是用的这个 Laura Mercier 他们家某年某月某一日的限量款来了，然后用这个，今天想用一下这个 African Velvet，但是我就不想用那个紫色、棕色和那个金色亮片，我们今天可以画一个，找柜姐要的这个。其实我觉得这种刷子需要去特意花两三百去买一个。我那根 Rimmel London， 这个就是 Rimmel London 这个笔的颜色。我真的认为这个笔就是随意画，而且它还是感觉是有一种胶质感。你看，买的这个 Brow Setter。英文发音 Brow Setter， 美式就 Setter， 但我觉得美音还是，我觉得美国发音特别像北京人说话，就是老是带个儿，我这个属于没有地域的发音，乱发型。今天买了两个大盘的 Brand New， 然后还有个指纹，我怎么这么后知后觉才买这个盘呢？太后知后觉了。行，今天就用这个和这个棕色，这两个橘色和紫色都不，就画这个棕色。你这样给它扔掉一下，我喜欢的那种，用这个鱼粉就不蘸了，亮片色，这个就是我喜欢的妆，还是这样，任何的一个刷子都可以，这样画过的和没有画个棕色的眼线笔，稍微往下画一点，像无辜感。你看，快点画鼻子。我们当年上学的时候啊，那个鼻子画的都是白色的。就这种白色的啊，可以看看，不是现在那种高光了、啊。但是我后来绣的这一次是在泰国，哇，那个女的绣眉毛的那个，真的是，她光设计就大概给我花了一个半小时，然后对每一个客人真的是特别的认真。我觉得 Tom Ford， 画出来就是高级感。我再画点这个。100年、200年、300年也用不完的，还是好香，超级香。没有人要用完它啊，可以用一下这个 NARS 的吧，这个 Orgasm， 什么样的修容？这个目测2年，
等我老公起床。我这个可能不是正经的那个大小吧，但是我觉得如果我用完了这一款，我一定会去买一个正装的。一度我有一次在那个 Hanoi 在越南的时候，然后我当时化完妆之后，我不知道这个唇膏笔去哪儿了，你知道吗？我真的是很惊慌。你看没有那么荧光，其实我觉得这个还蛮那个青春的，它这个真的是也不是说那种粉色，然后但是粉红色吧，就是比较高级的粉红色，尤其它这个质地啊，像我这个嘴唇，就是我不喜欢去打那个玻尿酸，因为我觉得打玻尿酸的嘴就是嘴感觉像，我对于玻尿酸抵抗就是打在这儿吧，现在脸上没有任何的打过的针啊、哦，除了这个川字纹实在是无法忍受。今天就是用这个棕色的 African Velvet 这个棕色的，我觉得还挺好看的。